今天来的是哪一科呢？哇，妇产科产房的来了，产房护理师，很资深的，掌声来欢迎！哎呦，她是阿美，欢迎张惠美。我是来自基隆产房的护理师，我叫张惠美。因为我跟我先生也蛮喜欢唱歌的，我们就会常常在工作之余，我们都会去KTV 啊，或是去社区的 KTV 唱歌。那因为我蛮爱唱歌，所以我今天就会建议我说啊，你要不要去比赛比看看这样子。那在我们医院的话，也有一些歌唱比赛，像去年就有举办歌唱比赛啊，我有去参加。之前当然有看红人榜，我有时候也会想说，哎，看能不能上去比赛。那只是因为我们要轮三班，所以很多时间都没办法配合。那刚好这段时间，红人榜有给医护人员的一个比赛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就来试看看，所以就来报名，来完成自己想要站上大舞台的一个心愿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基隆长庚的张惠美护理师。大家都叫我阿妹，因为差几几年嘛，对不对？差一个字，是是是。所以你在产房做护理师做了几年？做32年。哇，那你就见证着本国的这个新生儿出生人口的锐减，对不对？以前你也给你以前打打做妇产科的护理师的时阵，一个月接生多少？一个月可以接生到200到250个。哦，一个月，200多，一个月，对对对。啊，现在大概50到60个，四分之一，差很多，没有差过这样，差太多了，对呀。不过坦白讲，因为妇产科哈，我们也要这个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现在的妇女都怕痛，所以呢都有那种减痛分娩，对不对？20几年前的时候，产房很热闹，因为大家都是叫得很大声，对，叫到神。那现在因为有减痛分娩的话，其实真的很安静。对，很安静，然后就是很优雅的身材，是是优雅身材。那要不要呼吁大家一下，就是说如果怀孕的妇女应该多注意一些什么呢？呼吁我们所有的孕妇，一定要定时的按那个产检，然后要听医生的指示，然后饮食方面的话，尽量就是要均衡饮食，那不要吃一些辛辣的食物。对对对。那再来的话，就是要注意怀孕整个孕期一定要注意胎动，还有一些产兆，例如献血，还有破水，还有宫缩。对，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另外一半的陪伴是很重要的。哦，这个真的是真的。好，可是听说你要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红人榜，哎，整个产房都知道。其实我只有跟几个人讲，因为大家都不相信我会来参加红人榜，因为台语讲得很不好。对，然后我跟他们讲之后，他们就说你可以吗？是但是我就想说来挑战看看。是是是，對對對，好，给自己一个机会。對，那你今天带来什么歌呢？爱到金瓜，爱到金瓜。好，那我们的一珍呢？雄心第四代。谢谢。两个都是黄韵玲的歌哦。好，我们来一起欢迎他们。靠背吃
谢谢。